对了，我妈妈说喜饼的部分，她想要用中式的永瑞蒸大饼，我是没有意见啦，因为我只要可以专心当你的新娘，我就很开心啦。姑姑喂，你干嘛？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。跟他讨论结婚的事，他也没什么回应。新蕊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们分手吧。妈，真的觉得你变得很陌生，很可怕。来，趴下来，妈妈会抱着你哦。妈妈，你要抱住我。妈再不用怕。不想要婆婆的人是你，不想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也是你，甚至想要被人羡慕的都是你。你想要救的人不是我啊。哎，黄新蕊，不是每个妈妈都是完美的，就让我来安排一场回到过去，直到核心吧。